结对结。强命是中国人当重要的一个祭祀啊，头拜不论你在哪，散居世界各地，台湾各地，泰国各朋友转来拜下公婆。可惜的是，人呢讲，哎呦，到你阿来泰国当官，大家很亲。一个个，再一个个。你当时啊，都交通无事。迄阵啊，听讲安怎来？我听爸爸对淡水啊，要用个棒船啊，再到我家云安家，要个囡仔后街啊，安尼再来家。拜祖先，用他人们没感动的人，跟有钱没钱的关系，是一种怀念嘛，这是一种你做你的给道理孝道。咱一年一度的清明的祭祖啊，大家拢知影，咱这座是会使讲全国上大座的，而且咱的清明的时阵，拢伫遮集合。咱业主特别无共款，咱看起来，一摆啊三年，一摆四年，几啊百万，到时才去对啊去付经理的补息。所以较早我的做法是讲，今年开，叫我们的祖先怕说我们把过去的闽南话忘记，因此有一个习惯，开会一直讲闽南话，回家讲闽南话，外通通客家人嘛，讲客家话。我是讲河洛人啦，我嘛唔知是客人啊，河洛人。恁普通咱人客来，恁讲客，我就甲你讲客啊。人安尼讲河洛，安尼来讲河洛啊。小白牙太吼，伊嫁入来，按套转来，就万一以后伊讲客，伊个客车啊，个管家啊，我当管配主啊，你要讲河洛。在家里面，我都是讲闽南语，讲河洛。到学校的时候，很多客家同学讲客家，还是听人讲客家。那有人就讲说啊，你讲河洛话白做，哎，你讲客话白做，哎，那怎么会这样子？哎，太太，啊，从头脑里全部讲客，河洛唔要讲，爱把人讲呀，莫陪住啊，来呀，你客家人啊，但是呢，你会讲河洛话，你河洛心情。
我们就春日宫由陆丰来台入境图。我们的祖籍是河南的易县，来到这里啊，厦门的同安这个地方呢，就是我们第一世祖太纯公的时候，他就直接到陆丰。到了第七代就春日宫，在我们春日宫的时候，再从陆丰这个地方一直搭船，一直搭船，从嘉义上岸，因为他是两兄弟过来嘛，两兄弟哈，春日跟春实，还有一个特凤跟特孝，两个从俺那里的，那有那些呢，干爷啊，可能摸嘛改好生。春日公跟他的小儿子特凤公啊，就从嘉义这个地方就沿着沿海走，一直走到官渡的时候，在官渡的时候那边呢，看到洞南哦，那个沼泽地了，沼泽地就可能你要是我们的圣村啊，就往回走到观音这里有住一段时间，但是走到这里的时候，他有难，那有那个什么翻船。强心的些是强哈，个是强音呐，所以爱强心的唱有哈比较强。乃祖先啊，远的不说，就福建同安搬到广东陆河，福建同安讲闽南话，搬到广东陆河讲客家话，然后搬到这里就客家庄。是先去谈讲话，是爱个村落是客家人，按在做两位是变成共和咯。他叫客家，啊，可能一个客家，啊，因个客家，因个好多啊，伊广东个咩客家，听唔到啊。爱几百岁都太了个时节啦，爱先天问，爱个爱请问哈，这个我们这里哈有一个叶姓宗祠啊，在哪里？他那个三四个富人家跟我怎么讲？叫哦，你特别厉害啊！叫你是独立出去去，照片哦是看得到的，一路动这样，我啥不懂啊？你怎么不跟我讲普通话？他我这边都是这样子讲啊，你要讲普通话也可以啊。那客我知道你这客家的，那边就是又白的困死你，啊该那很难办，一直过来，还不能忘本哈。一天红好不会，还是白啊！阿爸，哦，你摸错，暗样的呀！该来共产，该提三笔，该手段哦，当头下啊，冬夜该来的好龙，该解决冬眠好吗？这样样忙的。到底来伊是汉人啊，好龙人，变了哈，忘了我是谁了。罗主公，那里啊哈，祖父以后就看中了海顺的海洋资源嘛，当丰富嘛，最后要独立落地生根嘛。海顺呢这么贫瘠的地方哈，是否啊，唔对啊，它是唔对啦，是种番薯啊，种玉米啊，但是佮要独立啊繁衍子孙啊，最重要的嘛，海洋资源提供它啊，继续繁衍子孙，开枝立叶。开始读民国九十六年做的嘛，一半年开始给吧，走在早教保留期啊。那在外边修车子修一修，又跑回来这边的时候就慢慢就踏进这社区，到风车的时候他才跑出来。风车这个问题哈，我认为应该要沟通。不要为反对啊反对嘛，有的东西应该。这对地方上哈、哦，没有说影响很大的话，尽量的配合政策。他是，我是听在这边。这他这个，你像他生蛋长在石头里面，他就慢慢一年一年生长一点点，一年一年生长一点点。但是一点一点的红色的，有没有？那这个卵刚好生在这边。一方五年以前，俺公开对话奉公种的那样，俺公开讲啊，俺以前要买你本年啊大正哈十二年十三年哈种以后种防风林谷，防风林了，跟泉州一晒谷给发，他熟了种一上了，就满意了。
这个两座房源对来讲啊，生活文化还有历史背景全部感情了。今天呢、啊，是中央大学李老师带他的学生来社区做生态参访。这个菜色嘞，这笔呢是我们新乡啊，新故乡的新乡。这个呢，猪肉呢是我们最佳妈妈所做的。这一锅呢是我们客家的传统菜，叫咸菜汤，特别好吃。我老公他都啊五十几岁了。不知道做什么好，退休啊！我说没有其他的诀窍，你就是因为我自己本身做了16年的志工，我说你就去做志工，我叫他一个礼拜做一天，叫他一个礼拜给我做4天。啊，那边新屋溪我们嘛，以前都是要徒步啊，穿过那个河床嘛，红树林里面哈、啊，是最多节肢动物里面啊，喜欢跟它依附的地方，所以说啊，安吉也是节肢动物，啊啊，以后。也许我们这边哈、啊，从那安吉会多到你们啊，你在那边看啊，一张照看啊，安吉，对，只要大家有心。永兴村是来教育的发源地，啊，罗族工队了都要落脚来回孙，啊，桂片，啊，回来讲啊，专门砂轮呐，啊，封闭砂盖下，讲啊，讲叫木糖啊，是石盘崩砂啦，啊，也按唔好环境，今年啊，经过一按三万啊，种树。那贵家回去呢，防风林木很强，也全部啊罗珠贡1000几个贡罗，啊，你要去保持安好氛围，结果为了开发啊，那贵家氛围啊，肥体啊，对来你咧讲啊，来河堤木来修筑，啊，木话保护好，来也对唔起的，来罗珠贡。它时候季节还没到，拒绝摸恐龙了。因为很多在沿海生活的人都一直在反对它、啊，啊，可是我经常跟他们在沟通了，我说你没有干净了，你就一样你没有鱼可以抓了。该早教你说看到台，他做早教特别都懂懂，太唔适应啦。将来你钓到一十五鱼嘛，唔是有办呀？该早教该鱼有一副的哈，你肥拿起只，这肥只有五十的。早教我是说我没什么看法、啊、保护嘛，我说哎呦，那是个人观点的问题啊，没有今天的经济哪来今天的还团。我认为现实比较重要了，早教那是那个早教那污染来我看差不多挂了差不多了吧，其实那是一个躯壳啊， 也不是，不如来一个实际有用一点。以前退潮的时候像我妈妈他们那些现在被挖了那时候有东西，现在没有了。那陈文山教授讲一句话，他说在台湾啊，能够列入世界上自然地景的，就是一个藻礁，已经占到全世界十分之一的藻礁在台湾，而且最大面积现在目前在哪里？一样在台湾，也是在台湾。待会各位都看得到了，就知道最大面积了，可以去感受了。我觉得这是 OK 两面的东西啦，你是要经济还是要环保，还是要什么？那我们不方便嘛，我做生意我当然是要钱啊。还慢慢的、啊、像这回来、哦、大家都接受了、哦、真的污染也严重、啊、我们天天在取缔在检举、啊、慢慢的、欸、旁边的居民觉得、欸、是真的，才慢慢移才回来。风力发电机没感觉改变空调来转怎么了大摩风车啊，那个叫罗干事来讲，一般居民大概讲说，啊，那个没有办法啦，尤其是老的，你只是拿鸡蛋去丢石头啦，那个你随便他，真的不要去做那无谓的抗拒的啦。小虾米去斗大金鱼，来防护林地啊，比点开发了安排会产生满意啊，风动效应，贵人们是想讲啊，就是叶家里面些刁民起来抵抗啊。因为毕竟这个能源是比较没有污染的一个能源，那大家认为说可以的话，我们再敞开双手来欢迎它。风车它虽然是绿能，可是它要跟住家有一个安全距离，那这一部分台湾的标准放得太宽松了。新屋乡的沿海五个村，永兴、永安、笨港、深圳、
那个科监，就只有这五个村，因为做了这个坚持，所以这五个村目前都没有一支，就是蛮团结的啦。以做奉茶防护林家，为总体总体嘛，那个防为大过里边，啊，会啥会大俩过里边的，最重要是讲要破坏人家不会防水啦，离人家共产党群嘛，所以太搞这抗争抗议啦。因为我们人口一直越来越多嘛，主事啊越小，也就是太紧，老化了都会漏血一些都没有。魔鬼间哦，像个太排啊，都不用每次不吃的呀。跟伊魔鬼间个太排斗的，你知道吗？对祖国万无一。原来的样子，它有一个历史啊，有一个故事存在，那你可以去解说。我当时我自己的想法，我是希望可以用扩建。到底用了偌济粪块嘞？我有办法按六十万嘞，不如你来个大。我的看法，我是同意改建，不是修建。我是讲咱，起码咱电池是在做的呢。啊，即讲阿伯啊，啊，讲太阿姐呢吼，一定转去，甲你这个囝讲讲，去讲听足重要的代志。唔是即摆讲，大家开会就即摆咧，哦，呾我做头家做经理安怎？唔是。当完做，欢喜收，我上少年的经理来宾，我嘛足欢喜做，我嘛常常去用饭堂。说实话，是永久无法释怀的。你跟我现在说释怀是不可能的。这就是选票机制吧，投票机制吧。业主来所做的工作，大家拢知哦。我拄仔先讲哦，无尽温暖，希望大家原谅。啊，今仔首先呢，上要紧的是咱的公厅的重建问题。当初我个人的意见，我也是采用修建的一个想法。为什么用修建？因为修建的话，我们的建筑物已经当初的建筑物已经七十几年。如果我今天修建的话，很快的，我们这个旧有的公厅它就很快就是变成百年的建筑物了。后来就是说，有人会比较不喜欢、不高兴的，就是说什么东西都不留。然后拜故留新呐，这个东西的利害关系，所以我。第一件事情也是我做坏人，要把这个旧的烧掉。为什么？这样才会扯清楚。你讲讲你上少年，啊，你做的代志拢是上老的代志。啊，上歹我大汉拄到是安尼啊。啊，这方面的观念你很老啊。这个观念我不老啊。为什么你保存这个东西怎么会老呢？你今天保存下来这个东西的话，对不对？保存保存，你把它烧掉啊。对啊，你们没有把旧的那个记忆，旧的记忆都不见了嘛，全部都烧掉了。对啊，为什么旧的生存？所以我觉得很可惜。改建跟修建的比例来说，支持改建的人数较多，这个时候我们大家就认同他用改建的方式。评估我也有部分的参与，我也部分去做求证，不是说你说的就算。一拆下去才了解，整个毁坏的程度非常严重，可是有的已经没办法啊保存下去了。白蚁筑巢一定要衔泥嘛，啊，包括泥墙都被白蚁衔空了，等于说这墙来讲啊，稀有其表。我们这个建筑物它是按照我们旧有的一个建筑物哈，代表的意义其实就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回忆。我们的宗祠这样盖，我非常的满意。就讲喺滚塘去年当反新咧哦，扩大吼，四点五千两万，一点口八千口，啊那买也是唔是，买加出去啊，星球那八年就应该做你做啥吧。清明节还做板呐，还做那个野板呐。哦，他们全部都来做哎。
啊，伊娘家是倒了魂嘞。啊，爸爸敢会家己向来心肝嘞？啊，你洗衫拢唔去洗，你是想看？咱们去昨天就跳了，六年前，来加个高兴，三月来加上中风，加下伊就全部接下来嘞。跳上啊秒多，加下啊秒母唔点样因，出全部秒啊，进门进门哎，足在三十二只个，加进人哦，血丝嘞是六只，秒啊，那个拢秒啊。不是，不是先在楼上呀。老人家丢丢，我们就知道啊。老人家发给我们，我们就知道了。没有人叫。好了吗？别人那没有，没有啊。在越南，他们他妈妈也是这样在拜、啊。他很会拜哦，他有东西买，礼拜天他就买东西去拜。经书啊，地藏，地藏什么？啊，写几多本咯？我写很多本啊。托心求助，不是煮饭嘞？嗯。怕过年吗？怕过年到就怕了，就很累啊，累啊，辛苦。别人能没有人是苦，早就跑掉。真的，我讲实话，我不会骗人。冬粉、糯米、青菜、荷兰条，甜不辣那个，好看那个，泡菜，泰国饭，啊，跳起水唔得，要讲做唔好，因为爱干样啥的，一等一，你们见穿啥冻起来？我老公担担子啊，还要强时间磨呀。佮转落佮白虎啊，佮到东面啊转慢，佮就开始偏头痛的。拜六礼拜一天，那偏头痛个绕毛袂哦。偏头痛是今年搞压力大不大？因为去台湾讲阿梁公婆疼我。对啊，大家互相难得可以做周瑜，我们也怕他不习惯啊，所以大家就是对他好一点，所以让他觉得说在这里有什么委屈的。不过他也是很乖啊。别人早就跑掉了，因为这边又很乡下，对不对？乡下，然后又大家庭。我老公瞒着我的，对。在宗祠建造过程当中，宗祠的经费，男丁要多少配给？可是我们家虽然都是女生，可是我们都拿出来了。这种东西不一定说生女生就未来香火这些是没办法传递的。如果你另外一半愿意让一个孩子跟你一样姓，那我觉得很好。因为我觉得毕竟这是沟通，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毕竟我们家四个都是女孩子，
我个人觉得心里念比较重要。如果是因为这样的原因而不让女性的子孙去做祭拜，我个人觉得这样子就有点太不近人情，就太对啊。因为在宗祠的付出，其实我们都有付出一份心力啊。我嫁来33年都这样子，是因为他们叶家的祖先要吃早斋呀、啊。因为这个时代的潮流啊，有的女生离婚了，有的女生不嫁。新年快乐！用金条戴哈，会吗？我们叶家的女性方面，一样是叶家的血脉啊，那不能置之不顾啊，所以我们也要筹划姑婆塔。就是代表说，我们也欢迎叶家的女生都回来祭拜。用因的天意，哦，是顾好他。但是你要不一直点嘛，顾好他拍也表来宾，因为你姑婆的牌位，不能讲说我的牌位跟塔一起放啊。那放在那里一年才拜一次，那不如我跟他放在那个什么寺里面，他还天天念经诵经呢，他还有他的得道。你摆在那里的话，完全没有办法那个，好不好？所以说我们现在也是，懂得积极的进行固婆塔，也在积极的进行排位，怎么样去安排？少佛啊，乱随乞丐呀，百姓啊。强命是中国人当宗教的一个祭祀，所以我做会长之后，我就要求，不论你在哪，散居世界各地、台湾各地，大家干嘛要转来拜公婆？这我印象哦，是讲阿公、阿婆，人家是带媳妇。也还太牛了，哦，啊，即个外公过身，啊就经济模糊嘛，上个代表无穿鞋，啊就搬来中埔，哦来南铁安尼，凑成了，大家就凑了。因为以前交通不发达嘛，哎，农业社会经济不好。以前我交通不发达，我跟爸爸拢一年拢寄钱去给阮的堂兄，你知道？阮爸爸这边阿兄。哦，我寄了，啊，你也清明节家买金纸拜祖啊啦，啊，又买材料，就当年就赚钱，前面赚钱。八公，八公，对哦，嗯，对了，没事，我包起来，谢谢八公。啊？不会，也会哦。我记得我以前我爸爸就跟我讲，哎，你们长大，我带你们去坐火车看台。突然一坐货车，一坐落幕了。哎，那时候能够坐火车已经不得了。我生第二个儿子，我觉得说我要去寻根，因为我28岁以前，我祖先老家从来没去过，我就跟我妈妈。我爸爸、我太太带我个儿子，就从坐火车到中坜，再转到老屋那边去。我爸爸哦，伊70岁都下来，我婆土地下来啊，啊，反正初段，跟新木个山下新厝啊，代代当个什么宋文、杨艳呐，嗯，啊，当当个搬到出来，啊，带两两人个，个初步啊，内转呢初步。当初去那边都是 茅草屋的房子啊，阿伯都会看起来，啊，哦，那是第一次回我们祖先的家，就是我阿公住以前住的家。啊，很多回忆了，但是有时候想起来很心酸，想到小时候爸爸妈妈的辛苦嘛，那各种种种辛苦的那个养育我们。我都要记忆犹新，嗯。
你想万人祭祖的时候，一定会有很多人会来这里做个小生意设摊啊，像我们在这里都会写那个他这个第几号哈，然后就一直这样往那边这样排过来，那就不用再来去抢这个位置。我曾经遇到的，他的一个摊位的那个营收，就是总营业额，一个早上就40000块。该得我们是商业的啦，我来我老板当年来挂职时都是他来做生意啊，做小生意啊。黄台风，来提上风，今天这较多人啊，看你那这当地人哦，是啊，一家你看这拢有人中了了来这拜啊。你想到拜祖先，有还是没没感觉感觉，跟有形无形的感觉，是一种怀念，这是一种做你的念，跟道孝道。这里哈，就是我们的特凤妈墓园。特凤妈生了大荣、大华、大富、大贵、大春这五个儿子，也就是我们的吴美公的妈妈。因为当初我们的老一辈讲说，我们这个地理环境好，非常的好，据说是一个鲤鱼穴，所以我们一直都没有把它迁移到我们的主塔去。清明节的时候，我们早上7点准时在这里特富妈墓园哈做一个祭拜的一个仪式。来拜拜哈。用心电梯贵重，用心百枪的团飞扬，用燃吹一心通知团木通浪，打开木门枪出天皮喜肃静，人马状态精英。金银乐顺，打开金香火，金银财宝两顶宝挂，香油两袖归有一身。拜完之后，我们才有移到主塔的位置哈去祭拜。当年嘛，就国外转了，我们一般呢，澳洲啦、欧洲或者是巴西、美国，全部有。他们有土地的，他们就派人转了。我住在美国拉斯维加斯，每年回来最大工程一年一次，这个清明节，思亲啊啊，祖先啊，父母啊，将来我们骨灰也都要拿回来、啊。每一年，每一年呢、啊，不但说对自己的父母亲怀念更多啊，现在我二哥本来他住在拉斯维加斯，他以前就是没有想说回台湾，现在他每年他自动自发的说他一定回台湾。一个歌，再一个歌，三个歌。咱一年一度的清明的祭祖啊，大家拢知影。咱这座会使讲全国上大座的，而且咱的清明的时阵，当伫遮集合。九拜三居世界各地，台湾各地，可以写写热闹一个。哎呦，到你阿来睇下，当欢迎，得唔得多？每年做呢哦，我个穷阿穷阿太个吼，有时逢阿做呢种场面，自己都去困。啊，像个茶，自动要留个警察部一本来了，枪房嘞吼，吓人嘞啦！啊，有西方是太家就讲拜拜嘛，
安义讲西番都太干都无闲啦，因为不认木，所以无在个西番。因为外个诸神都抢明白吼，要喷作。喷作意思是本来路途还要人咧吼，他是主要种啊。结果一般也有茶嘛，所以茶开始少啊。每摆转伊抢明的，其中就住半年。所以太痛哦，啊都都啊恐慌啊，都恐阿太啊，都头个半年时时拢转来。最长老的，这是我们的大家长，年纪最大。对，每一年我们这一房的都会来这里，他带着会煮汤圆吃一吃，团聚嘛。小朋友，欢迎你们。所以我就没感到，每年做你哦，排泄你嘛，洗了会排泄啊，啥时间别讲拿点钱朋友啊，也对你小钱买糖买盐买糯米啦吼，啊买冰城，啥时间要拿本钱啊？很想试试。他我们开始，女性的个一个感觉吼，其实西西国人嘛无个义务啦，哦啊其实要钱，其实要做个人事。所以我来讲啊，买办不是做的啦，哎呦，也也算太高都少，因为路途遥远呐，是安尼。啊，其实因一钱啊，其实该去做一办也无乜解啊，因一钱啊。伊台中大家迄拢嘛透早来啊，拜煞了，我创伊阿个会食，食点心，食顿。拢晒。惯老小兵啊。哦，前面刚才是赵天公派他，哦，刚才主持不是面，拜腿边啦，拜腿骨呀，拜公婆，拜后潘总，有那个聚餐啊，潘老板啊，有得从家来嘛个女士啦，很多俩聚餐，他说哦，俩也嘛啥也嘛啥，真正感情都对啦。我来巴西的时候有21岁，是1975年啊。那个时候因为退出联合国哈，怕中国大陆攻打台湾，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希望说要避免战争了。这是我爸爸那个时候的推测啊，所以我们离开台湾到巴西来。我们全家9个兄弟姐妹，全部都是在永安国小毕业的，包括。爸爸念永安国小，他是永安国小第一届的毕业生。每一次回去，我们一定会到自己的母校永安国小来见那棵榕树。我们以前小时候看到那榕树好大好大，可能现在我们比较长大了一点，觉得榕树变小一点，但是我们那种感情没有变，这种心情呢，只有说。我们自己回到自己的家乡，踏到那个自己的故土啊，那棵榕树，我们每一次回去啊，总是要抱一抱榕树，掉几滴的眼泪。2008，父亲去世的时候，我们骨灰送到台湾，但是在父亲去世前的一年，他有交代我们说，伦群。不要忘了，你妈妈需要干骨，需要哈处理她的善后的事情啊。那她言下之意没有很讲得明说啊，我已经年大了，我没有办法处理哈，骨灰以后要一起送回台湾。虽然没有讲，但是爸爸在去世前的3个月，有一天早上的时候吓我一跳，说文泉，你赶快把我带回碾米厂，来不及了。好像他自己知道说已经上了一年纪，他希望回到以前自己做的碾米厂，所以我跟我的那个长子叶思源哈联络，他说伦兄叔叔，我有确定说阿公他是希望，去世要回到我们自己的灵坛这样子。有谁进去？啊，那个圣保罗的，你觉得自己是哪里的？
I was born here in Brazil, so I learned many cultures here, but I've also learned many cultures in Taiwan. So I think I'm both. I never thought about living in Taiwan because I have a lot of peño here in Brazil. So I want to stay close with them.Parece vocês pensam em colocar os restos mortais dele em Taiwan ou aqui? Taiwan. Yes, we prefer to take back to Taiwan along with other ashes, with the Ye family. We want them all together. I want mine to be the same when I pass away. 我的三个孩子都是在巴西生长的，那他们喜欢回台湾，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希望他们回台湾多看，多了解台湾宝岛，多看看儿子看台湾的姑娘，女儿有机会看到台湾的白马王子。反正我要是过世的话，年轻人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了，我不会很在意的。那如果说大家决定都送回去的话也没问题。以后我们说百年，我们当然是希望跟自己父母亲一起。真的应该喊人哦，应该叫家己的贵亲讲，你该带祖父父亲的人哦，不靠某公公堂牌。伊怎讲嘞？伊要找你祖堂，伊要公堂公堂嘛，要找你公堂拜。啊，所以人家就出公的人要找你拜某方牌嘛，所以讲有公堂。啊，也一方面是俺爸爸传下来，也俺爸爸呢，俺阿婆。就是俺爸爸年代拜的公婆，他运动开始传公婆，就是我爸爸就在这个里面，他就把那个公婆来抢，所以是两条命。初一十五拜，年一就要拜公婆，可是俺们家家的祖先的纪念吼，一年拜两拜，新年拜呐，反正是我太神拜公婆，啊过年了。从来出世吼，来爸爸是拜年一年啊，吼啊，老命来了都办好，留住你家个神堂，来爸爸老阿年一年要吃嘛。所以我就想讲，可能在家，搿东西哦，是送来爸爸，是对我对他一种怀念的命。对不起啊。爱出生地啊，爱中老为首啊，俺办爱西汉买的啊。
啊，唔是，因讲白，因了白，哈哈，哎呀，哦，爸爸跟着，就儿子就跟着拜，啊，拜慢慢给他们知识啊，在清明扫墓也是都一样，反正就因为父母怎么做嘛，然后我们这一代就要跟着父母的脚步，要怎么做。年纪来谈的话，我觉得应该是到40岁、50岁，或许他们自己就会慢慢来涉入这一块。最好的出，恁做越来越多啊，好啊，哎呀，说嘛，恁讲安安，对业务怎么太强，说吧。你觉得自己是哪里的力量？我查你。巴西。So even if you think you're Brazilian, but you also want to back to Taiwan. But my family belongs to Taiwan.